哎，这条大，大就逮。有网友说喜欢看钓鱼，今天我们老家下雨啊，到河边来钓一下鱼。上次我是在那个钓位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上次暴富那一次，我是在那个角落钓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河流，不是鱼塘。今天换了个位置，到这边来钓。不管有没有鱼啊，先把这个抛网准备好，然后万一中条大鱼呢，是吧？有网友问我吸不吸烟啊？我吸烟的，是个老烟民了。我刚刚打窝的，要等它发一下窝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深啊，一米不到，大概就是80公分的。放啊，开钓。我今天还是挺有信心的啊，钓三斤鱼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完了，20多分钟过去了，一口都没有，估计那天鱼都被我钓完了。来口了啊，说的挺沉了，我靠，黄拉丁跑掉了。今天怎么钓到黄拉丁了呢？怪事呢。今天有点凶多吉少，半个小时了，就钓了一只网，黄拉丁还跑了。哎呦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真的跑掉了，跳都顶起来了。我估计等一下我这个钓鱼视频发出去以后啊，又有网友会喷我了，说我不务正业什么的，我也不管了啊，自己的生活自己过。反正现在我感觉我不管干什么啊，都是有人要喷我的。来鱼了，上鱼了。真的上鱼了，小鲫鱼一枚啊！这是我今天的第一条鱼，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等到你了。不大，一点点大，有鱼就是好事啊！先下货啊！有第一条就有第二条，马上上一条大板鲫。哎呦，没打到，跳都顶起来了，来了，哦吼，又钓了。今天老是钓鱼，这个是什么情况吗？老是钓鱼呢？又来了，打不到呢。来了，哎，我靠，又掉了，又掉了，这是条鲫鱼啊，怎么又掉了呢？怪事，怪事，今天这个日子估计是不适合钓鱼的。来，再来一口我就拉你了。再来，喏，又跑了。今天这个鱼怎么回事嘛？今天这个鱼啊，怎么老是跑鱼呢？之前我感觉牵一条鱼是很简单的事。今天好像搞得很复杂吧。还中了一条，你看，跳没动静，你看，还中了一条白条。这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，我就看它顿了一口，顿了一口以后就没动静了。哎呀，可以飘了。我以为没拉到鱼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里叫啪啪鱼，
这么小一条，被勾住了。你看，它吃蚯蚓了。今天真的是不对劲啊！我以为没拉到嘞，我拉起来看到怎么是空钩的。这么条，先放到鱼护里面去啊。来了就让你关你一会儿。估计那里鱼护里面有个洞，等一下也会跑掉的。钓了一个小时了，就钓了三条鱼，一条鲫鱼，一条白条，还有一条啪啪鱼。跑了大概四条鱼吧，跑的鱼比钓的鱼多。再来吧，再来吧，它还不动吗？我要跑了。这挂住的，挂住的，我操！小心点。哦，终于翻身了啊！这条还可以啊，翻身了，又来了，现在疯狂动鱼了啊！这条有点大，哎呦，这条有点大，我跑了。我靠！我没抄进去啊，没抄进去。这条可以啊，这是正宗的大白鲫，金黄金黄的，很好看。这条就小了。我发现那个小鱼啊，它喜欢吃蚯蚓，大鱼的话它就要吃饵料。又来了，哎呀，这个白条大，这个白条大，这么大的一个白条，你看那上面那三个钓鱼人都是从凤凰那边过来的啊，你看人家比较专业，钓箱那些都有的，不像我提一个袋子就走了。哎呦，又来一条大板鲫啊！这个没刚才那条大，这个应该有二两，你看，多好看，金黄金黄的，像鲤鱼一样。哦，这条也大，这条有点大。又是大板鲫一枚。
差点跑掉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是不要给他拉出水面了。大啊，大概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二两。我长大了，妈，我长大，我爷爷的，我长大了，我长大了。哎，这条大，哪里逮？我逮，这个大。这个打下去就来一个接口。我以为是条鲤鱼呢，这么大的力气。哎呀，哎呀。你看这条，这条真鱼真漂亮，这还不是吃到嘴里去的，是挂起来的嘞，太漂亮了这条鱼，这样金黄金黄的，这条起码有半斤。现在我都不给它拖出水面了，这条好像是也是鲫鱼，我们这怎么都是鲫鱼呢？这他钓到它，有麻烦的得，他钓到它。好了，好里面。我操！我钓到哪？我操，跑掉了！哎呀，过来！哎呀，过来！哎呀，俺就怕等啊，俺就中邪了。我等我，我不见不通了。哎呀，这条有一斤多，这条真的有一斤多，这估计有一斤半。你看，这多大一条？这好大，这条。哎呀！这条大不大？乐上人怀疑这个水太浅了，钓不到鱼的。他们以为水深才有鱼。这下这边上来了这么多人钓啊！看这是钓了个什么鱼？再喝就会跌吧了，你讲。那叫是我顶的，是吧？是我顶的呢，是吧？哦，是我顶的。我顶的啊，混了嘞。好的了，好了。行行，过紧张的。真没得钱了。钓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下午也没什么口了，就先回来了，给大家回去看一下鱼货啊。这就是今天的鱼货啊，你看这条鲫鱼的话差不多有一斤多吧，开始我以为是鲤鱼呢，这个鲫鱼也不错啊。今天本来定的目标是三斤鱼，刚开始钓的时候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，
后来还好，口好一点了，特别是钓了那条大鲫鱼，那条大鲫鱼都一斤多，所以说今天的任务完成了，而且是超额完成的。